他会送你吗？我是最贵那只鸡啊，因为我的奶已经真空了，帮我把它往下拉。啊！我要再上去看。我要加班，那你走吗？啊！哎，太喜欢了！好好好好好好好！爸爸爸，哎，你干嘛到他这里？有一个荡妇出现在。你要去哪里打工啊？我就是我们家旁边的泰顺市场，因为我们找了非常多的牛肉摊、猪肉摊，本来要去牛肉摊，结果牛肉摊都被抓进去关了，只能换摊位。阿弟的朋友在泰顺街这里开鸡肉的，所以我们要顺便帮忙他卖鸡肉，体验卖肉打工的一天。所以我们要杀鸡，我只能杀，我只能拔毛。拿鸡蛋可以吧？我会卖不好，我自己很大的压力。我今天要卖出几只鸡？他有几只鸡，我就独立买几只啊，叫一整车都再来。迟到了，来，这个不知民间疾苦的小公主。你还有什么工作给他做？赚钱吗？你先讲。好，脱下你的高跟鞋。OK， 好。芭比离开高跟鞋了。我来了，我要先洗手。谁要买？哎，这里会有人来打工吗？啊，第一个打工。这边掰没关系，它好软哦，哎，它很软哎，对，刚刚杀起来，刚刚杀起来的，那我要杀吗？啊，不用不用杀，我来，哎，他现在拿的是什么？拿的是棒山鸡鸡腿，哎，哦，哎，天哪，他怎么来了？哎，有整只鸡呀，有肉，还需要有送东西啊，有送香菇鸡跟烧酒鸡啊，有要买鸡肉吗？他会送你吗？我是最贵那只鸡啊。拿起来，对不对？对，好厉害，你好厉害哦！那个是什么？鸡胗。谁要买鸡？买鸡送鸡哦！然后你要什么？需要那个鸡腿。那我帮他。你的本事来了！快点帮我买啊！我买。快点帮我买啊！买两只。没有啦，就是大。大新来打工的啦。30块。找钱呐！我知道，客人在等了。好，30块。是为了这个打工妹妹来的吗？当然。那你先帮我把这手帕翻过来。快点啦，赶时间了。我觉得我的奶已经真空了，帮我把它往下拉。啊！上去点，拉了往下，再往下点。哎呀！他现在做的怎么样？做的 OK 啊。等一下。我现在你都会嘛，都接受吧。随便。这个都很适合做鸡汤，因为我帮你全部把它都做出来了。好，感谢。汁啊，精华都会在汤里面，很容易融进去的。喂。好。这个，然后往这边将心去一点。对，好 ，OK。然后往前面对。哇。好了。谢谢。他是市场第一美，感谢，对，真的吗？谢谢。我卖出了两只鸡。你现在是知道 SOP 了，客人点餐之后要先干嘛？先切，要先洗，对，要先洗。啊，切完之后要放哪里？放在袋子里。放到袋子里。袋子里。来了，买鸡肉送烧酒鸡，还有香菇鸡哦。要什么自己拿。让我去捞汤，那边摊位也是我们的哦，我来帮忙。哇，看起来好棒哦！你要香菇鸡还是烧酒鸡？烧酒鸡，看你好，鸡心跟鸡爪，看起来超好喝的。我给你鸡腿好吗？还有红枣。他比较喜欢你啦。真的吗？谢谢。强强比电视上漂亮哦。你要什么鸡汤？我帮你送你一碗喝。他来打工啊？对啊，你要什么我都送给你。不用钱的，送给你的。我给你加很多鸡肉，还有鸡腿。有没有在市场看过这么漂亮的女生？没有啊，每一只啊，我就只给你一个人。我那里面捞了一大堆东西给你，多加一只。别跟人家讲，地方不错啊。哦，好，没问题啊。来哦，谁要买？你要买鸡吗？我买我就买。好，那你买，我又找到客人了。你
要买什么鸡呀？他要我买什么我就买什么，我好喜欢它。你喜欢大块一点，切大块一点，还切小块一点？我又喜欢。好。好。用后面切，我现在去帮他用香菇鸡汤了。妹妹今天的工作表现还满意吗？满意。天哪，我大概要放两百个赞，才两百人要两千，哎呀，两万的，可以啊。给他多点肉，因为他是我的粉丝，要是我粉丝，我的胸把肉都挖给他。一帆风顺，一帆风顺啊！谢谢你，拜拜。怎么样？目前打工下来，我在想，我要不要先回家大便？35块，好了，9只。哇，他好大气哦！女生比男生大气，刚刚男生是我今天卖最少了50块而已，还唧唧歪歪的。12走吧，好来，12走。哇，谢谢你。哇，那你送我一个烧酒鸡。我送给你最大碗的，把豆豆表给你好不好？好，要不要？要不要？要。偷偷送给你，我给他摇豆豆他。客气，谢谢惠顾，一路顺风，来啦，生意兴隆，累啦。今天的菜市场大吗？等一下回来，我先回家大个便。那里有个外国人，还行哦，可是他不够壮啊。来台湾的外国人基本上没什么钱的，我是没钱去。嗨。刚刚不是说不够帅吗？You want buy some chicken? Oh, okay. I don't have my wallet on me. 看吧，你说没有。Yeah. What color are your nipples?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where I come from. USA. I can wait for you here, then you can take your wallet, come here to buy some chicken. Or buy her. Are you for sale? Very expensive. Yeah, I can see that. How much would you pay one night? That's not right. Oh, you want a relationship, right? How long? How long what? How's your cock? That's the thing, it's like your nipples, it's like you gotta find out. Yeah, I can show you. Do you have your phone on you? Oh, yeah, phone here. Yeah. You have an internet for me? Yeah. So what is the video? What are you doing? Porn. Porn star in Taiwan. Are you serious?How's business? Yeah. You can join us. Oh, what's your name? Brent. Brent? How old do you think I am? 26? I'm older. 40? No, I'm 31. How do you think about me? 25. No, it's too old. Okay, you're 22. Similar. 21. Oh, wow. Fresh pussy. Wait, what's your name?My name's Ling. So, where can I see the video, Ling? I tell you, it's a porn. It's Asian porn. You here one month? Yeah. Until when? I don't have a ticket to leave yet. You like an adventure. Marry and stay forever. I don't know if she's the type to marry. Yeah, I don't know if she's ready for that. No, I'm ready for that. You want to win. It's Ben's friend. Thank you, fantastic. And now I have to go home to... Yes. Shit. Yes. You're great.Okay. You're sweaty. Yeah, sweating so much. Okay. You kiss her. Okay. See you later. Okay, come here, please. Extra. 20 minutes. 下面都硬了啦。Try me, okay? Bye bye. 把人家搞 X 了啦。Hey, call me, okay? Promise me, if you lie to me, everything is the end. 到底大碗变回来之后，他还在不在？高冷。要这样做吗？还要高冷。Hi, friend. 来来，哎，我要给你买鸡肉。他怎么在这边卖东西啊？疯了！我搞错啊！我怎么了？怎样了？都在这边卖东西。不能卖东西吗？那也太扯了吧！来。我在帮他弄东西，等一下啦！好，怎么样？你看他做的怎么样？他做的很好啊！谢谢。我还会切鸡肉，你要不要看？等一下，在那边干嘛啦？哦，怎么跑到这边来卖鸡肉啊？哎，您来做啦，我要买鸡肉。我去做啦！不开玩笑。对，我会做。手要小心，要小心啊！
啊，有清爽吗？哎，有清爽。我要讲几下。大家你们团队。有啊，等一下中医，妹妹拿一波中药给这个阿飞，给阿飞啊。啊！好了，不是的，他还要剁，他要剁，他在咬，他剁开。不是的，不是的，是这样剁的啦。不要这样，拍就好。你还没被粘掉了，乔装，乔装，抓过来。他对他有笑想，你要不要看一下？你看一下当女婿。哎，老爸，今天早上叫我结婚吗？哎 ，Friend， come here， please， please my father。干嘛这样？干嘛？今天早上就叫我结婚，他说他很高兴认识你，你怎么不跟他讲话？他说他很娶我哎。Do you like me？Couldn't tell。哎，他说你还觉得你不喜欢他？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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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快看，跟他说 hello。Hello。哎，啊，这个当女婿可以吗？年轻人喜欢就好了，我没意见的。He said it's okay to marry。Yeah。Really？ I should have dressed better。哈哈哈哈哈！哎，太喜欢了。拜拜，好好好好好好。哈哈哈哈！哎，你干嘛大声点？你也看。有一个丈夫出现在此，他打工表现怎么样？及格了，及格啊！那这个现在怎么办啊？那帮助，那这边就。那你在哪搞？So sexy. Do you have a girlfriend? No, not a girl. Maybe we can take your friend's leaving time.You want to take this leaving time? Yes, yes. You want to? Oh. Oh, okay. Can I take a look? Yeah, take a look. What is she saying about it? She said you are very good. She wants to sleep with you this night. Yeah, no, see this smile. 在这给他摩擦，大腿给他摩擦。好好，大腿摩擦。哈哈哈哈哈哈。哎，这边不是市场吗？哈哈哈哈哈哈。We can post, right? We can. You post. Okay.Okay, you guys. 是不是很荒谬，在你的摊贩前面做这些？哎、欸，老爸刚刚还等下在玩呢。他很早叫我结婚，然后九男再来的时候，他又会生气，很怪哦。来，他连麦。这么漂亮，你还会煮东西？当然了，非常贤惠的。我要嫁人了，嘉玲贤妻是你哦，你嫁的是林嘉玲哦。对。哦，饿了啦。我会继承的。哦，那你会不会在这儿？是不是？那我会没买。说什么骗个？你为什么要吃？因为是他跟我哈喽，我就哈喽啊。哎，你要买鸡肉？我来这边逛的。哎，男人都很像啊。女人比较阿卡丽。对啊，在老外眼里就要买的鸡，他还说叫我买。怎么样？今天表现？还不错啊，太热了，我们要去买饮料了，我口干舌燥的。你要翘班哦？先翘班，先翘班。他要翘班买饮料啦。好啊，你们去买饮料，好不好？买个十杯来。我要请市场的所有朋友们喝饮料。我们回来了，拿饮料回来给你们喝。喝喝看好不好喝？好喝，不错。阿姨也觉得好喝。来收摊，认真收摊。好，我帮忙收摊，再给你们喝。打工结束了，那这样 OK 吗？今天这样一百分啊！一百分！他翘班翘那么久，还在这个摊贩前面，还在没有。今天这样，谢谢老板娘。有人有人送橘子给哇，真的假的？他今天这样有生意比较好吗？有，真的吗？一个是17,000，哇，好棒啊！谢谢老板娘。我以后想要开一摊自己的摊，卖海鲜怎么样啊？那不要了，那不要卖。那你们大家觉得要卖什么？留言告诉我，你觉得我适合卖什么？卖衣服。
卖淫卖卖淫的话，在市场卖哦、喔。大手枪一次50，太便宜了吧？我都已经让人家路上可以，你觉得我能力就50块？